就是在导演叔叔公司那里试镜的时候碰到的导演叔叔。嗯，那你对导演的印象是什么样子？嗯，挺温柔的，说话吧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厉，因为我觉得吧，导演叔叔吧应该有导演的样子，可能就是有那种导演的样子，会比较凶嘛，有点严肃。可问题是呢，我一进去却没有那样子看，导演叔叔也没有那样我想象的那样子那么严厉，特别特别的温和。地震被压在底下那场戏，就是挺可怜的，因为最后嘛，妈妈却选择了弟弟，就是这样子，说着都有点想哭，就是有点想不通，干嘛要选弟弟啊？我也是你的孩子呀，就是老想这么想。